甘心乐意的侍奉。以利沙又说，拿取机之剑来，他就取了来。以利沙打第一把，他就打了三次，便止住了。村里面，今天你想一想，你今天来找不是找牧师，今天站着是以利沙来的，充满神迹，也有双臂的人。我现在说 ，OK， 淑珍打地了，叫你射箭打地了，你会做强壮？如果你是伊雅斯的时候，伊雅斯的话，你会这样做？哎呀，都给我们走路来请菜了，做不了，杀刀才怎样？中国话，中国人讲不杀不行的，杀刀是要睡哦。我已经尽力了。我们有时候是这样的态度。我说，哎，啊，淑珍啊，你可以帮助，哎呀，牧师教我握一束，哎呀，做了做了做了，其实不是甘心乐意的。有时候我们的服事不是甘心乐意的，这里面，如果今天我在说，我在讲啊，我在解释，以利沙出现在你面前，他要走了，他剩下最后一口气了，他叫你打地，你会像以利亚斯打三次吗？还是可能比以利亚斯还要糟糕，你打一次过来？你要想一想，因为你自己最清楚你自己了，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了，不用牧师来告诉你。有时候我们只是，我很可惜是什么，兄弟们，我很可惜啊，很多人啊，年啊，像叶雅思这样啊，敢跟上帝要求的心思也没有。哎呦，以利沙给我生，我生了，生三刀好了，别拍吗？三刀是别拍了的，不会无啦。我们的心是这样，我们连求的信心，连求的勇气也没有，我们只做刚刚好而已。我要告诉你，兄弟们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有几个原则你必须要知道的。上帝向我们，要我们向人施恩，为什么？第一，我们也是需要恩典的人。我要你常常鼓励你去对人家有恩典，对人家要宽恕，要大量，要大度，不是因为我叫你这样做的，因为你也需要人家对你有恩典的，有一天你也需要人家帮忙的，你有一天你要需要人家原谅的，有一天你也需要人家求救的，所以你和我，所以像就好像圣经啊，耶稣所讲的，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你要人家免你的债之前，你必须要学习免别人的债。第二，上帝要我们施恩，因为最后的结果在于神。你的责任是施恩，他得到或得不到不关你的事。以利沙对以雅是施恩的，可是他得不到，他打三次嘛，看到没有？是原则是这样，我们应该向人施恩。神讨厌我们只做刚刚好，啥把我搞了？孟小姐，我计较，哎呀，做三道啦，哎呀，计做计麻烦自己，个自己无用心啊，给自己有一点空间吧。哎呀，我拜六礼拜我要去做这个东西，哎，牧师叫我来这个东，叫我来，还要来两次，有时候还要来两次聚会。哎呀，伊雅斯尽管有恩典，以利沙对他有恩典，可是他做事的态度不认真，没有热忱，总是刚刚好就算了。叶雅斯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，刚刚好好的，不要做的太多，三次很多了，要我要还要射箭很出力了吗？出三次力啊，差不多，啊，那收敛你拉不出个了了，五百拉出个了，不要了啦，够了了。今天我要问你，我不会得到答案的，因为答案在你心里面，在这个最后的聚会里面，在今年度的最后聚会，你要问你自己几个问题。你是不是一个只射三次箭的人呢？这个在这个过去的一年里面，你是否任何事都是不过不失？哎呀，个无功绩啊，做个假货，无啦，都好点啦，不过不失。对敬拜神的事情，你也是刚刚好就算了。哎，
那你或者你只是一个星期天的礼拜天，哎呀，礼拜天来就很好了，来什么小组啊、祷告会啊，不要摸鱼，摸搞，不要搞我，我要我私人的空间，太多的空间给自己。如果你不愿意更深的认识主，你害怕参与，哎呦，有啊，当然我给你，我有私人的空间，我要有一点点空间。你的服侍是因为责任感，是因为牧师叫你，只好草草了事。还是今天吗？今天早上，我想告诉你兄弟妹，我要你认识，在最后的一个聚会里面的年度，你要学习一个原则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不错还不是最好的。英文说 ，not bad is not good enough。Not bad 吗？我现在很 not bad 了，我有去教会，我也有参加服侍一点点。Not bad， 我已经做很 not bad 了 ，good boy，good boy 了。Not bad is not good enough， 不错，不是最好。